2014上半年的微博风云榜排行第三的舒淇，一个 post 要储50,000个 like 真的没什么难度的。无论她是上了一些浓妆相、素颜相或者是一碗面，都要储到过万个 like 的。详情交给阿 Bob 去讲啊。好，大家好，呢一节嘅新闻咧，有我阿 Bob 咧为你报道嘅。嗱，舒淇下厨咧遇呢个不速之客，咩事呢？难得下厨嘅舒淇咧，今朝煮早餐嘅时候咧，发现乌蝇光顾啊，成只咧跌咗落佢碗面入面。舒淇咧随即上载照片去到微博嗰度啦，并且话啱啱倒好热水煮面，就有人觉得我缺少蛋白质，自投罗网。你话我食好定系唔食好呢？啊，估唔到舒淇晨早流流会食咁大碗面，定还是碗面系煮俾绯闻男友冯？唔得伦食嘅咧，不过点都好啦，微博一出咧，短短4个钟竟然有10,000个 like 啦，女神真系好嘢啦！